你说吧，要我等多久？把一生给你够不够？背离了面面中的所有，理论中日月依旧。告诉我你要去多久，用一生等你够不够？驱散了征尘一世深秋，吹落山风叹千秋梦。前世天注定被雨洗，风雨里奔波着，如今已沧桑的你，那去了的断了的碎了的，何止是一段儿女情。所以生命的传说里，因为你变得如此的美丽，就让我知道，他知道，天知道，地知道，你属下有一主意，可加强应付突变之能力。眼下满汉既然已成水火，我提议除了军人之外，在其他的旗人中组织杀汉团。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对了，这个前敌总指挥许从志是何方神圣啊？此人据说是前闽浙总督许英奎之孙，曾留学日本，深受孙中山、黄兴等人荼毒，一心兴汉反清，所以此次福州之乱世肯定是他牵的头。他牵的头，我就敢要他的头。马上颁令，本总督重赏银子10000两，要许崇智的人头。看见你，我就一枪打死你！大人，你吓死我了！你干什么？东西都收拾好了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找个安全的地方埋起来再说吧。那么要真的打起来又怎么办呢？这我怎么知道啊？你是总督大人，怎么会不知道呢？这……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烦死了！你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大人，走啊！哎，来人呐，来人呐，你打听一下许崇智的人头送来了没有。来人呐，别动。许崇智的人头在这里。你就是我出10000两银子
买人头的那个去城之。如假包换。总督大人，银两准备好了吗？我这回自己把头给带来了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住口！我面前虾兵蟹将，已经自身难保了，你再喊也没有用。别动！总督大人，是不是想尝尝我的藤莲子？徐大人，饶命，饶命啊！转过身来。抬头。不敢。叫你抬你就抬，看着我。我这次来，并不想跟你为难。不过你要明白，我现在要杀你，易如反掌。明白，明白。明白就好。我现在就以国民起义军前敌总指挥的身份警告你，不要跟义军作对，立刻制止你手下到处放火滥杀无辜。总少，定当尽力，尽力而为。讲过的话，自己要记住啊。是。我这儿有两封信，麻烦你转交给福州制衣局的政府议长。好，我亲自转交，我一定亲自转交。转过身去。现在由一数到一千。没有数完之前，不准转过头来。是。17、18。怎么回事儿？啊？怎么回事儿？不知道，刚才来的那个人把我捆了起来。总督大人呢？在里面呢。668。总督大人。669。总督大人，您怎么了？670。不寿将军，总督大人，您怎么了？徐崇志是刚才什么？徐崇志刚才来过这里。好啊，你们这些窝囊废，是怎么保护总督大人的啊？霸气子弟的脸都让你们给丢光。总督大人，乱党如此猖獗，实在令人担心呐。属下即令严见巡防总领徐敬清，派一团人从厦门返回省城联防。只要他一到，我便与他一起起兵，迫使乱党决斗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定叫你许崇智玉石俱焚。启禀徐大人，先头部队现已经到达北库，请大人口谕。好，传我命令，按原计划驻扎北库。是。有鉴于清军近日以来到处搜捕革命党人，又加强了防御工事的修筑，唯恐事情再发生什么变化，义军司令部决定把起义的时间提前到凌晨5点打响。各位请注意，我们的口令是女子。战斗打响以后，湖轨高部立刻进攻北库的军火库，事成之后占领北库到总督府一线，狙击援助总督府的敌军。是。政坦部队随湖轨高部行动，事成之后马上抢运军火支援各路义军。是。萧骑兵部负责占领虞山制高点，以过山炮配合全线进攻。是。余少营的两个队分别进攻银行和电报局，事成之后原地固守，截击任何来犯之敌。是。其余各部
随重置从梅峰路突破集结防线，直捣总督府。是。请坐。平江十万头颅血，需把乾坤力挽回，重置以此与大家共勉。现在以水代酒，敬各位一杯。大家请坐。看这个计划还是蛮有意义的。报告。什么事？属下刚接到消息，普寿命令延津巡防徐敬清率团清兵从厦门赶抵福州增防，目前已驻进北库。他来的真不是时候，他属下的湘军均骁勇善战，装备精良，如果由他们守卫北库的话，鬼高部明天攻打北库，那可就是难上加难了。孙将军别担心，我胡贵高不管有多少困难，拼死也要拿下北库。你先坐下。这个徐景清是不是嘉定三屠的时候那个抗清名将徐东豪的后人？报告，属下知道徐景清正是徐东豪的后人。备马。是。重置，你想到哪里去啊？我想单人匹马去会会那个徐敬清。你想去会会他？你想故伎重演，去跟他讲道理，策反他是吗？我看你啊，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。你跟他又没有什么交情，他会听你的吗？恐怕你还没有开口讲话，他已经把你给杀了。孙将军，这一趟我恐怕非去不可，就是把命给送了，也只是我一个人。不过一旦我成功了，就可以挽救许多革命志士，还可以保证起义成功。你放心吧，徐景清这个人我虽然没见过，但是对他的背景所知甚详。他所带领的湘军虽然骁勇善战，但是倾向革命的不乏其人。徐景清本人我相信也不会是一块踢不动的铁板。起义之前，如果还没回来，不用等我，一切按照原定计划进行。孙将军，这儿一切就交给你了。总指挥，一路上多加小心。到了那以后呢，看情况随机应变。多保重。谢谢，我会的。各位，你们先回吧。总指挥。这是我的印章，你带着，也许会对你此行有所帮助。哎，其实徐鼎清这个人我熟悉，我们是湖南老乡，还有一段交情，见到他就说我想他，他会给你点面子的。如果这次能办成的话，一定好好记你一功。好，保重，总指挥。禀报总领，营外有个叫许崇智的人求见。许崇智？是。一共有多少人？只有一个人。有没有带武器啊？没有。把他带进来。是。总领，许崇智带到。你就是许崇智？在下正是徐某。你就是那个前敌指挥乱党头子？你错了，是义军，不是乱党。你好大的胆子，你竟敢一个人独闯我兵营，你不怕我砍你头吗？哼，脑袋掉了不过是个碗大的疤，没什么好怕的。我今天之所以敢冒死前来，是因为我相信徐总领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而不是一个是非黑白都分不清楚的懦夫。你不要给我高帽子戴了。今天如果你是有心来做说客的话，我劝你死了这条心。
你笑什么？我在笑你自以为是，其实是一个欺宗望祖之人。你竟敢骂我。且慢，没错，我是在骂你，但我骂的有道理。好，你说，你今天说不出个道理来，你妄想走出这个门。徐总理，我可以坐下来说吗？我知道你的高祖徐东豪侍郎曾经是一个抗清的大英雄，在嘉定三屠的时候他领兵抗清，最后慷慨就义。你的曾祖徐方俊更是耻与清人为伍，宁死都不肯吃青素，他躲在深山里当隐士，以草根果腹，结果活活的饿死。他们的高风亮节光照汉清，徐总理，祖上的这一夜难道你都忘了吗？没忘，我没忘。可是时移世易啊，世间上的好多事情真的是身不由己啊。是的，事实的确如此，我也深解其中的滋味。但是我的情况刚好跟你相反，我的叔公许运奎是朝廷的重臣，但是我却当了你所谓的乱党头子。不过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只求做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许承志，老实说，你今天冒死前来，我内心确实十分的敬佩。你的心意我也明白，不过我是众人之首啊，手下一大帮弟兄，我不能把他们带到绝处啊。徐总领所言极是，不过问题是，何谓绝处？何谓牲畜？清廷现在已经是日落西山，气息奄奄，根本毫无前途可言。反之，革命的气势现在正如日中天，胜利已经在望。更何况，我也知道，贵军当中不乏有同情革命之人。崇祯实在不忍心见到总理，到头来落得个两头不讨好的位置。对了，我出发之前，我的副官托我带样东西要我交给你。贺泽远，他没死，他是你的副官。是的，许先生，你的意思我完全明白，我会慎重考虑的。你公事繁忙，请先回吧。那好，崇祯先告辞了。好，哎，等等，你把它带上。谢谢总理，那我就回营去静候您的佳音了。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看样子这次能成功吧？有可能，徐景清不像是不近情理之人。如果他真回到总指挥，你回来了。贺泽远，见到徐景清了吗？谈得怎么样？还挺顺利的，这回啊，真得好好记你一功了。你是说他答应了？八九不离十吧。报告。有位徐景清先生求见。快请。欢迎，徐先生。徐总理，希望您带来的是好消息。好消息，今天有幸跟你们坐在一条船，是我徐某的荣幸啊。徐大哥，谢谢你，我们义军有了你真是如虎添翼啊。怎么这么说呢，当年没有你贺泽远救命之恩，哪有我徐某的今天。徐总理，里边请。啊，请请。
弟兄们，冲上去！冲啊！你说，你说，现在怎么办呢？你得快想办法呀！我现在能有什么办法呀？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死守，死守，死守。这是什么办法？这是死路一条啊！现在这种情况，只好这样了。啊！冲啊！啊！走！顶住！来来来，外面情况很危急，怕是放他们进来吧。不许开门！万一乱党进来怎么办呢？好！哎！啊！快开门啊！给我顶住！哎！弟兄们，搜查每个房间，不要让一个敌人漏掉。是。总督大人。大人，快走！走！走！马上清理一下战场。是。孙将军，同志，同志，我们胜利了。托孙将军的福，这一仗打得出奇的顺利。你辛苦了。哪里哪里，大家都辛苦了。啊！将军看在我们多年共事的份上，拉兄弟一把啊！孙将军，孙将军，只要我不死，日后定会报答您的恩典的。啊，孙将军，啊！孙将军，对不起，我是太过于妇人之心了。他是恶贯满盈，该有如此的下场。真没想到啊！
福州这一仗会打得这么顺利啊？是啊，其实啊，原来可以打得更顺利，都怪崇智见识不足，缺乏经验。总指挥啊，这一仗你可是辛苦了。孙将军，快别这么称呼了，崇智是您的晚辈，而且现在又不是公开场合，您叫我崇智吧。好，崇智，我虽然是你的长辈，见识也不少，但是通过福州这一仗，我可是充分的认识你了，你真是英雄出少年啊。孙将军，您过奖了，这一仗靠的是将士上下用命，靠的是大无畏的精神，还有个成功的最大的关键就是您啊，如果没有孙将军的加盟，这一仗还不知道会打成什么样子呢。哪里哪里，要说感谢的话，应该我感谢你啊，要是没有你当初那顿鸿门宴，我现在享受的就不是胜利的喜悦，而是失败的苦果啊。崇智啊，你看今天晚上的月亮特别的美啊。是啊，这些日子以来，崇智连月亮的样子都快忘了。那好，咱们呢就多欣赏一会儿。那可不行，还有好多事情要办呢，哪有这份雅兴啊。崇智，福州的大局已经定了，我看你放宽心吧。福州大局虽然已经定了，可是国民政府还没成立，崇智怎么能放宽心呢？崇智，关于福建省政府的人选你有什么打算？这个崇智一定信守承诺，尽力跟各方面协商，一定让您出任福建省的都督。人生真是奇妙得很呐，就像这个月亮一样，阴晴圆缺。想当初你叔公在这儿办公的时候，我常来，可是每次见到松寿，我都要点头哈腰。现在呢，他自己吊死在这里，我们反倒成了这儿的主人了。是啊，当年我二叔公在这儿办公的时候，我还很小，没想到他的宝座居然被我给推翻了。崇智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如果你叔公现在还在这里办公的话，你带着义军冲了进来，你会向你叔公开枪吗？这个问题不会有答案的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。但是我敢确定，如果换了是我二叔公，他一定会朝我开枪的。对，你叔公就是这么个倔脾气，如果他有两粒子弹的话，他会把一粒射向你，而另一粒呢射向他自己。虽然这样，报告总指挥，您的电报。崇智，什么事情你这么高兴啊？我弟弟崇浩在镇江的起义也成功了。哦，太好了，真太好了。不要管我，老爷。许崇智、许崇浩、许崇济，你们这些个不孝的子孙，我不许你们回徐地，我许英奎跟你们势不两立。Thank you.
福建省军政府成立典礼现在开始。有请政务院副院长郑祖英，有请政务院副院长林思琛，有请政务院院长彭寿松，有请陆海军总司令许崇智。现在我们恭请福建省军政府孙道仁都督上台主礼。闻当选临时大总统之职，此时闻当选临时大总统之职，请接旨誓与国民。仅于此誓与国民。进来。什么事？报告，没什么事儿。就想和总司令聊聊天。崇浩、崇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想来沾一沾你总司令的光啊。哎，别再叫我总司令了。怎么，难道你不是总司令了？我不想干了。来来，坐坐坐。哎，为什么？一言难尽，反正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。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感到不开心啊？是有点不开心，官场上有很多事情我还适应不了。适应不了也是正常的，任何事情都要有个过程。再说你23岁就坐上这样一个高位，难免树大招风，日子不好过。哼，23岁怎么了？23岁就不能做总司令啊？那古时候甘罗7岁还拜相呢，现在老的东西已经不时兴了，以后就是我们年轻人的天下。十七哥，不用管他，再困难你也得过下去。现在啊，好人一定要多占位置，尤其是重要的位置。你看，好人的位置多了，坏人的位置自然就少了。你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，不过我有我自己的打算。好了，别净说我了，谈谈你们吧。我听说你们在南京那一仗打得可漂亮了，就是因为你们打了那个大胜仗，国民政府才可以定居在南京啊。说起来啊，就像讲故事一样，崇浩攻天宝城时我就在他的敌方，随统领胡令轩死守天宝城，幸亏我让他反正，才能让南京解放。这就叫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啊。说得好。十七哥，你这有酒吗？怎么，肚子里的九重醒了？不是，你忘记了，我们三个人离开徐家的时候你说过今日分道扬镳，来日同饮庆功酒，何况你们两个人又受到大总统的表彰，我们更要喝一杯了。好，十七哥把它倒满。对，今天难得一聚，大家多喝点。是啊。哎，不行，国民革命未尽全功，所以只能喝半杯。而我们的国家能像大总统所说的桌立于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再喝着另外的半杯。十七哥说得好，来，干了。干。对了，十七哥，你刚才说你有了打算，那是什么打算？我的打算是继续带兵打仗。现在民国政府虽然已经成立了，临时大总统已经就职，但如今在民国统治之下只有半壁江山，满清政府还未彻底灭亡，我现在正在组建一师，由福建籍的士兵组成的军队，打算回到广东去协助当地的革命政府，希望能够促使革命的全面胜利。崇济，不如我们跟十七哥一块干吧，随闽军开发山东，再说我们还可以回去看看。我赞成。十七哥你说呢？那当然好了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，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吗？来。哎，为了这兄弟齐心，我们再干一杯怎么样？我赞成。抗暴抗暴，宣统皇帝孙浩会位即将灭亡喽！抗暴抗暴，宣统皇帝孙浩会位即将灭亡喽！哎，抗暴。
位，兄长灭亡了。盈亏卑告，举世列祖列宗，大清皇帝在乱党逼迫之下已宣告逊位，我大清帝国也已寿终正寝。盈亏虽有心济世，奈何无法还天，天意如此，夫妇难言呐。教罪令应魁同心击首，愧对祖宗，愧对大清王朝，乃是我许氏家族在我掌管之下竟出现了许崇智这些如此不孝的子孙，他们与乱党沉着一气，毁我大清基业于一旦。应魁弑杀这些乱党逆子，还我许氏家族的门威，否则应魁将无面不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呀。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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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许崇智他们三兄弟回来了。怎么，许崇智回来了？他们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观礼街，他们就要快进家门了。快带我去，快带我去！你搞他这些干什么？太老爷吩咐的。哎呀，你快去通知朱夫人，让他想办法帮崇智他们去求个情吧。快。是。老爷，你可别生气啊。这些不孝无孝的子孙，我非宰了他们不可。老爷，庶族，庶族，你先别发火，先听我说几句。庶族，崇智他们年纪小，还不懂事，你老人家不要跟他们意气用事，你饶了他们吧。你给我滚！老爷，老爷，我连你也一起杀了！老爷，你呀，你老爷，庶族，如果我能替他们去死，你就杀了我吧。虽然崇智他们不是我的亲生骨肉，是我把他们拉扯大的。庶族，你，我打死你！老爷，您歇歇火。老爷，这个纵子叛逆的婆娘，把她押进家牢去。能与你再见面。
似梦里见，回头望，长梦又却已。